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剪个记，我是剪哥，一个专注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科技解说。今天为大家分享如何将自己的手机号变成空号，比如像这样的。好，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，请您查证后再拨。Sorry。而设置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，首先我们打开手机的拨号键，然后在这里输入星号星号二幺星号，接着我们输入区号。这个区号由于地区的不同，所以也就不同，比如湖北的是027，广东的是020等等。然后我们在区号的后面加上68井号，输入完成后我们再点击拨号键即可，这样别人拨打你的号码就是空号了。那么这个空号我们要如何取消呢？同样我们进入手机的拨号界面，然后输入井号井号002井号后拨号就可以了。我也试了一下，这个方法安卓苹果都有效，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试一下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